兴今天来参加 URS。我先讲。之前都没有就是机会参加这种交流的活动。那今天虽然两位分享者分享的是不同类型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为了理想而坚持，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去做市集这样子的活动。所以虽然我对市集并没有说非常大的理，就是非常大的兴趣，或者是对他们很多的理解，可是他们给我一个就是坚持的力量。那我就是平常就是很喜欢逛市集的活动，然后就是也有听过那个周末狂潮，然后就是也很喜欢就是逛那样就是的感觉，然后也有很多，我就我的身边周遭很多朋友就是有逛，就是也有办就是市集这